Action Delay 是模拟延迟与合唱、混响和 Lo-Fi 失真 FX 处理器的高级组合，字面意思是四合一，创建经典的磁带延迟、乒乓延迟、宽力提升同步延迟、哈斯效果、长序列延迟、实验性迷幻声音设计效果，现在非常容易。接下来，我简单演示一下。